搭飞机也可健身，空中巴士打造模组化机舱设计。空中巴士公司公布了一项名为模组替换的新计划，旅客渴望于飞航途中在餐厅享用美食，甚至上健身房运动。这项新概念用了现有的货机、大型滑门以及强化地板轨道，飞机内部设计成模组区块，各区块包括健身房、儿童游乐区等等。各模组皆可轻松安装在货机中，上飞机后就会安全地扣合在地板上。各种不同的室内空间模组是可以替换的，比方说红眼航班上可以安装卧铺，而短途日间航班则可换成咖啡厅与座位。空中巴士已召集工程师与设计师协力打造实际大小的飞机模型。该公司也表示，这概念在几年之内就可能实现。